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沙尔县的胡杨之王啊，胡杨王。那么这棵胡杨树呢是有这个叫千年胡杨王，那它到底有多少年呢？我们过去看看，就在我这个面前这棵树啊，它有这个1426年的历史啊。那么这个牌子呢，它是2年前立的，那么现在来说的话，大概也有个1429啊，这后面的都是虚的数字啊。这胡杨树啊，它长到一定时间啊，它会自己断。你看这上面已经修过一段，修过了，啊，这一块都是以前断掉了，然后掉地上。这个根啊，它也是有时候它会长着长着就长空了，会这个发这个新根啊。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树上面现在缠绕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爱莱丝，有黄颜色的爱莱丝和红颜色爱莱丝，其实它就是一个祈祷啊，这个祈福的一个寓意啊。那我们绕着这个胡杨王转一圈看看。好多鸟巢。鸽子洞吗？老鹰，我前面看到有老鹰在上面。就在这儿掉了一堆，好像是野鸽子、野斑鸠吧。对，他说对，来了。对，这个胡杨呢，又叫做梧桐啊，它是属于梧桐类别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它这个叶子，它一共有三种叶子啊。它长得下面，你看下面这一块，它的叶子呢是什么？像不像柳叶，是吧？那纯粹就是柳树的叶子，是吧？再往上看，我们就看到的什么？像这种梧桐的叶子，看到没？这样子岔开的，像手掌一样的。然后再往上看，是不是？像不像那个枫叶？像不像枫叶？这是一级形态，哎，这是二级形态。终极形态，对，究极形态。然后我们走到这个门口，它这边有个戏台子，戏台子它这个民俗文化氛围非常浓厚，我们可以看一看，走吧。大意思啊，这都是画上去的吗？我用我这个哑头子。这五只很优美啊，这个画的也不错嘛。这是一个简易的戏台子啊，胡杨王。